家人们下午好，下午好。眼前看到的这一只手镯是新疆切莫县的一个切莫料的一个这个青白带糖，青白带糖的一款这个手镯哦。新疆和田玉切莫料的一款这个手镯，正圈的一款手镯。有喜欢和田玉喜欢和田玉的家人们哈，可以买一只手镯哈，可以买一只手镯回去戴啊。而且和田玉的温润哈，和田玉的温润跟翡翠的冰冷的质感，它是很不一样的啊。喜欢手镯的家人们哈，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可以来了解一下。而且这个和田玉的价格也很实惠哈，很实惠。不会像翡翠的价格那样子那么高啦齁。所以家人们应该如果没有这个和田玉的和田玉手镯的家人们齁，可以考虑入手一只这个和田玉手镯齁。完美无瑕的一款和田玉哈，和田玉切莫料的一款手镯，诚心推荐给家人们哈，诚心推荐给家人们。